在这边呢，先感谢哈大家哈，大家哈，无少着宝贵的时间哈，来参加阮这个每个晚会啦哈。啊，今仔有几个较特别的意义啦哈。第一个就是讲呢，这是阮第五届第一次的会员大会，有那是讲改选的日子啦。那首先呢，而且吼，我先感谢几个人啦吼。第一，感谢咱总会呢，咱南区联谊会总干事吼吴淑芬小姐吼，来甲阮玩斗三工，徛头前即个穿乌衫上美丽迄个吴淑芬吼，甲无声鼓励一下吼。嗯，啊第二位呢，就是感谢吼，阮即个工业区的成立吼，当初就是咱即个地川联配送吼，来主办中会来规划咱即个工业区。啊，会当予咱遮大家吼，会当伊遮联谊，大家伊遮熟悉，创造就业机会啦吼。咱迄个地川电配送，予咱咱哦，来破声鼓励一下，破声鼓励一下。然后呢，第三个呢吼，就是讲吼，即道吼，阮即个商务理事会吼，非常的严谨啦吼，就讲希望予遮大家来的贵宾吼，食上好的料理。所以即道吼，有聘请两个知名吼，以咱。台南市以来文上知名迄个杜子西，一个就是吼、哦、咱即个吕光辉吕大厨师，一个就是咱内文来的迄个薛大厨师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今仔菜色吼、哦，希望讲吼大家吼宾主尽欢就对啦，吼、哦、我大家足欢喜啦吼、哦。来后一位吼、哦，因为阮今仔日有那是会员大会改选，啊，咱新的理事长也出来啊，啊，所以我邀请咧咱吴国恩吼、哦、新任的理事长会当起来台下顶，和大家实在一下啦吼，哎、哦。欸这是你们吼，咱叫阿公阿就好啦吼。啊，我有那，你嘛感觉久吼，有那真甲支持啦。啊，咱嘛真疼痛啦吼。啊，就是希望讲会今仔跳出来吼，为着咱这个会，会当给咱这个会哦，佫较完整，继续佫会当去甲运转好落哦。啊，希望讲呢，今仔新年的理事长呢，啊，含支持我，赶快来做伙来支持着吼，咱这个阿公阿这个小弟啦，大家来烧钱好啦。袂去为着别项，袂为着输诶，就是为着咱工业区诶发展。若要出声诶，要出力诶，吼、哦，咱后壁也有真好诶资源就对啦。不管咱民意代表啦，吼、哦，还是政府单位种种来讲，吼、哦，拢有法度吼，而且用心去甲咱，即帮助咱诶厂商，吼、哦，啊，继续来创造咱即个就业机会啦，吼、哦。这是咱阿国啊，咱是毋是甲掌声鼓励一下，吼、哦？谢谢。啊来，吼、哦，我有呾感谢吼、哦，咱即道即个。咱这台舞台车啦吼，这个夏之音吼，咱这个夏玲小姐上美丽，今仔穿红裙的这个吼，徛咱头前。啊，咱讲来感谢伊呢，今仔是实在阮兄弟会了吼，伊有那算半做半间赞助啦，用上俗的介绍，用上好的服务予咱就对啊啦吼。啊，后壁甲咱安排有那足充足的迄、那个足丰富的迄个一挂表演的节目，啊魔术表演啦吼，啊后迄个变脸秀啦吼啊。时间很紧凑啦，今时间无够好用尔啦吼。大家若无气嫌呢，今仔有丰富的舞台，啊来，佫有足丰富的节目。啊，伊也甲咱承诺，只要咱工业区办的，无时间的限制，不甲外换拢甲咱注意。吼、哦，警察也莫来挂就好啊。嘿，吼、哦，就是安尼。吼、哦，啊来，我来介绍咱这个新任的理事长吼，咱迄个吴理事长吼、哦，来讲两句话一下吼，大声鼓励一下啦吼，感谢。诶，咱东阳哦，咱东阳，咱吴董事长，我的宝叔哦，啊，咱迄个工业局，咱的郭阿美，咱的执行长哦，啊，佮有咱中仑仔的陈工业区的陈理事长，安平工业区的杜理事长，啊，佮有咱布地翠寮哦，咱迄个戴天武，咱的萧国才、萧祖威安尼，哦，啊，有咱振兴协会。咱的林碧琴，也是我细汉甲看听当甲大的林碧琴林姐，哦，啊，咱台南市咱的汾酒工会工会商业工会理事长许明志金董的许大哥，哟，啊，咱迄个议员北区的议员，咱这陈怡贞陈议员哦，啊，王婉玲，即个嘛是要竞选咱阿南区遮的立委安尼，哟，啊，咱王委员安尼是。啊，迄、那个咱伟泽吼，黄伟泽的妈妈安尼啊，啊，咱徐国清徐科长，有是，啊，咱坐贵宾，咱的头家了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，好，多谢大家伫咧百忙的当中哦，啊来甲小弟支持，
啊，我相信有咱只头家交头家的吼，恁的支持吼，我相信咱工业区咱的协进会以后，咱会阁有恁的关怀吼，那我较有勇气，啊，我去啊完成咱的任务安尼，会当阁有较圆满，啊，阁较成功安尼，吼。啊，小弟最后吼，也莫占用大家足侪时间安尼啦。啊，我来祝这头家啊、头家娘、这长官、贵宾，大家拢会当安尼事事顺心吼，啊，心安啊，大家拢个平安安尼好过年安尼。啊，小弟伫这甲大家拜一下早年安尼，谢谢。谢谢，我补充。